Hello，大家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奥地利银行开设一个海外账户的全攻略。那么这次我选择的银行是这家，这是一家奥地利的本地银行，就开在学校对面，所以我就就近来这里进行一个办理。他给了我三个选项，然后他推荐我做中间这个绿色的，因为呢，这个是有一个无限次的转账，然后还有就是无论是网上还是线下的，那么前两个呢都是要有限制的次数，并且收手续费的。到了这个银行呢，工作人员他会详细跟你讲解，他们的英文都是不错的，然后跟你说明你需要办的卡的类型和你的身份给他推荐。再呢，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一一核实我的一个个人信息，比如说在读的学校、邮件，还有家庭住址，以及这个账户要往里面存的大致金额是多少，他都会跟你面对面的进行一个核实。工作人员也会给你留下一张他的名片，有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及时给他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来进行问询。办完了之后，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信封，那么也装着你的所有卡片信息。那么这一期的海外银行开户就完成了。拥有这一张海外银行卡之后，就可以很方便的向奥地利当地的银行进行一个汇款，以及到 ATM 机取现，不要手续费。那么喜欢我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加收藏，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实用的生活技能。